法师，诸位同学，现在请看净业三福的第三条，大乘福，在这个本字里面115面，115面，倒数第六行，大乘福。这一条也有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菩提是梵语，它的意思是觉悟，是正确的觉悟。所以在梵文因也，把它译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一般在中国佛教里面呢，称为大菩提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最重要的是个正字，正鉴别不是邪知邪觉。它是正知正觉。菩提心要是发起了，这个人不但是超越了六道，而且也超越了十法界了。为什么呢？菩提心是真心呐，是自己的真心呐。设法界里面的有情众生，设法界里就有佛，那么这个佛呢，这个天台大师讲藏通别圆，就藏教的佛，通教的佛，这两种佛呢都没有明心见性，换一句话说都没有菩提心，他们发的菩提心叫相似的菩提心，不是真的，跟菩提心很接近，它不是真正的菩提心，那真正菩提心先前呢，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所以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那么这样身份的人，他已经生一真法界，在华严经上讲呢，他生华藏世界，他生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他不是凡夫，他不在十法界，所以诸佛如来化身大师，他跟我们呢不一样的地方在哪？用心不一样，他用真心，我们要妄心。我们要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用真心，决定不用妄心。我们这一生就能成佛，这是华严会上善财童子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善财一生能成就，我们一生也能成就，成就真正的因素没有别的，就是用心，一定要用真心处世待人接物，那么这个在初学是困难，为什么呢？无量劫来我们都是用的妄心，从来不知道自己有真心，现在学佛要用真心，不再用妄心，这个是一个很困难的一桩事情，这个困难呢是可以克服的，不是不能克服，那克服的方法呢，我自己的经验是常识熏习，我学佛50年，50年天天没有离开大乘经典，天天读经，天天讲经，不知不觉入这个境界了，那你要问我，我用多少时间才入这个境界呢？我跟诸位同学说了很多，大概差不多是30年，30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原理一切过时才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之后啊，得大自在。那么诸位，这些年来你仔细听我讲华严经，你能够体会得到啊，纵然不是很深的体会，能体会到少分啊，这是得佛法真实的受用。所以这个心非常重要啊，宗门教下祖师大德教我们修行，从哪里修呢？从根本修啊，根本就是李老师常讲要改心啊，啊要换心啊，把妄心换成真心啊，把这个凡心换成菩提心啊，这个心一换，你就走上菩萨道了。菩提心观经里面所讲的有三句，第一句叫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叫至诚，这是菩提心之体。第二句讲呢，身心啊，身心说的是菩提心的自受用啊，古大德解释这两个字说好善好德啊，这个解释得很好，好善好德了是自受用，成就自己的德行，恢复自己的性德。第三句是回向发愿心啊，这个是他受用啊，我们真心处世待人接物一定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啊。在起心论里面，马明菩萨呢也说了三句，他说执心啊，执心呢就是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啊，所以经跟论合看合起来看呢就很容易理解。第二句呢也是讲的身心，第三句讲的是大悲心，所以我们知道回向发愿心呢就是大慈悲心啊，所以对一切众生要大慈大悲，对自己要好善好德，这是真心的起用啊，真心之体是真诚，真诚到基础。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常常在讲席里面跟诸位同学介绍佛法，菩提心呢很不好懂啊，讲都很难，能够听懂当然不容易，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来讲啊，我用十个字啊，五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个就是菩提心啊，真诚心是体啊，就是至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这就是身心啊。我把身心呢讲成三句，大家好懂啊，自受用啊。啊，慈悲心呢，这是他受用的，所以我说了五句，五句还是一个菩提心。起心动念呢，决定跟这五句十个字相应，心里面快乐自在啊！啊，我们以真心处世待人接物，但是你一定要晓得，九法界众生，特别是三途六道，他们用的是虚伪心、染污的心、不平的心、愚痴的心、自私自利的心对我啊，我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对他，我走的是成佛之道，
他走的是六道轮回，他走的是三恶道，我们走的道路不同，我要包容他啊，我要怜悯他，我还要帮助他啊，虽然受一切苦难一切折磨，我还是要帮助他啊，还是要成就他，这是菩萨事业啊。那么他种种这些无入伤害，有没有害到我呢？给诸位说，如果你用真心呢，一丝一毫都没有受到伤害。你们诸位想想，世间人障碍人，障碍什么呢？都是障碍名闻利养。哎，你有名闻利养，人家会障碍你；你没有名闻利养了，啊，你没有五欲六尘了，甚至连这个身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身呢，他把你消灭掉，把你杀害掉的时候，有没有障碍到自己？没有。为什么？这个身舍掉了，立刻就换一个身。入这个境界得大自在啊，随类化身啊，随机说法了。所以这个身呢，就像一件衣服一样啊，你把它破坏掉丢掉，马上再换一件新的啊。所以舍身受身呢，在这个觉悟的人呢，比穿衣服还容易啊，比穿衣服脱衣服还容易。六道凡夫很苦啊，他执着这个身生活，所以为这个身呢吃尽了苦头。要觉悟啊，菩提心现前，大觉大悟啊，大彻大悟。世尊视线在我们这个世间是来帮助我们觉悟的。第一部经二七日中在定中宣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佛为我们说些什么，视线是什么。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了，佛一开端就把毗卢遮那佛以及华藏世界无量无边的化身菩萨他们的生活环境、修学环境、依报的果展现给我们看，那个生活环境多美，然后再把正报啊，正报的果、依起的果啊，就是他依照什么个道理、什么个方法了成就的依正庄严啊，他所依据的理论跟方法，这个果差别的果、圆融的果、平等的果、出现的果、成型的果、法界的果、证入的果，前面六品经里头啊，从世界妙严品呢到华藏世界品呢，总共十卷了，跟我们讲果啊，所以举果劝要生信分呐、啊。清凉大师把全经分作四分的，这是一个大单元呐、啊。我们看到这样殊胜的果报，生起无比羡慕之心。我要去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呢？极乐世界在华藏的中心啊，没有离开华藏，是华藏的一部分呐、啊。啊，华藏世界的精华的一部分呐、啊。啊，决定要去啊！啊，那么到第六品，
贫奴占大品啊，我们快要讲到了啊。贫奴占大品讲什么？讲因。你看到国报这么好的国报，这国报是什么因缘成就的呢？那要给我们讲依报的因、正报的因、依起的因、差别的因、圆融的因、平等的因、出现的因、成形的因、化界的因、证入的因。我们修因就能证果啊。所以华严第二个大单元是修因弃果生解分啊，这是我们常常讲的，我们起心动念呢、要跟那个因相应，要跟果相应啊。因与果跟主说呢，说的最简单的就是自信信德啊，一定要与信德相应。那信德是什么？初学的人很不容易体会呀、那么我们用这十个字来解释菩提心就好懂多了啊，那就是真诚心。人，古人讲的，人一定是自欺而后才欺骗别人。哪个人会自己欺骗自己呢？六道凡夫都欺骗自己，用妄心就是欺骗自己，欺骗自己的真心啊，欺骗自己的信德了。你本来是一尊佛了，你欺骗你的佛性呢、所以是先欺骗自己，然后才会欺骗别人啊。所以古人讲的话了很简单，里面的道理很深很广啊，那个义理呀、无有穷尽啊。想想看，我们在没有学佛之前，没有得到佛法受用之前，哪一个不是自欺欺人啊？只要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你肯定欺骗一切众生。你用妄心嘛？学佛从哪里学起呢？就从这个地方学起。这就是古来祖师大德常常讲的，从根本修啊。我要学，学不欺骗人。不欺骗人就不欺骗自己。学从不欺骗自己很难，先学从不欺骗别人。那从哪里下手呢？从十善业下手。我要道道地地的把十善业落实，我要做到。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决定与十善业道相应。因为我知道那个食物是违背信德的。杀生、偷盗、淫欲，信德里都没有。妄语、两舌、其余恶口，信德里头也没有。就是你的真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贪嗔痴慢，真心里头也没有。那个从哪里来的？妄心来的。如果我们一条一条的去断呢，那很麻烦了。生生世世都断不了啊。聪明人从根，古人讲嘛，寻枝择叶，像这个一棵树，你要把这个树砍掉，你一片一片叶子摘下来，一枝一枝去锯掉，你要费多少事情啊。那个办法很笨呐、聪明办法是从把根挖掉就完了，一切都解决了。所以说从根本修啊，这个才是聪明人呐、根本就是从真诚心修。别人对我不真诚，为什么呢？那是正常的，一点都没有错，他是凡夫，他没有语言闻到佛法，他没有真正修学。
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我要用凡心，也要用妄心对付他，我错了。我跟他一样，搞六道轮回，搞三途我道。啊，我错了，他没错啊。啊，他是三途中人呐，他是六道里面的可怜悯者，我怎么能跟他走呢？啊，我要跟佛走啊，佛的心真诚，对于一切众生绝没有丝毫欺谎。啊，佛的心清净，绝对没有丝毫染污。啊，这一点要学。啊，这个我们家里头有一个法师，但名字我一下想不起来，叫悟什么？是从夏威夷来的啊？啊，悟威不是悟生，悟威啊，他从美国回到新加坡的时候，啊，告诉我某人说师父啊怎么怎么不好，他只说了一句。我就说不要再讲了啊！为什么我们阿赖耶识里头决定不要把别人不善的地方装进去，把别人不善的东西装在我们阿赖耶识，我们的阿赖耶识变成一切不善的垃圾桶，你说你这不是大错特错吗？啊！我永远记住那个人对我的好处，你说我这个多快乐多自在啊！他一天对我的好处我生生世世记住他，他一百天一千天对我的坏处我这个清净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诸位要懂清净心是这样修的啊！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讲啊，若真修道人呢、啊，不见世间过啊，所以我不看报纸，我不看电视啊，为什么呢？那里头垃圾太多了，我决定不想被它染污啊，我只记别人是善，绝不记别人之恶。那别人有恶念恶行对待我，我理解啊。为什么呢？古人常讲啊，人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香啊。这个世间呢，人情事理啊是多变的。今天好了，明天就恼了。啊，明天恼了，过两天他又好了。他是无常的。变幻无常啊，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啊，一般人不了解。所以永远记住人的好处，知恩报恩啊！古大德教给我们，受人滴水之恩，常思涌泉为报。如果我们人人都能这样存心啊，修清净心，修平等心，全世界的人都有福啊，这个社会会安定，世界有和平，人民有幸福啊！啊，一切众生之福是谁给他的呢？我们自己认真修行，就是赐福给他。啊，如果我们随顺自己烦恼呢，那你就是增长灾害。啊，众生够苦了，你还要加一份痛苦给他。啊，有没有果报呢？当然有果报，啊，果报是决定不能避免的。华严讲十种因果，刚才我念的，依报因果、正报因果、到法界因果、正入因果，啊，起心动念呢，要与真心相应，真心本来清净。六祖大师讲得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本来清净，本来平等啊。本来觉悟啊，现在为什么不觉悟呢？是你迷了自信，你违背了良心，真心就是中国人讲的良心啊。你有良心，你违背良心啊。啊，这个真心是慈悲，大慈大悲的，是能够舍己为人。是能够帮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真心，我讲的这五条十个字，大家比较容易懂。我们的心要靠它啊，我的真诚心遍虚空法界，我的清净心遍虚空法界，我的平等正觉慈悲都遍虚空法界。虚空法界是我的心相啊，刹土众生是我的身相啊。诸位要入这个境界，你想想看，什么人能够破坏？没有人能破了，没有人能把虚空消灭掉，没有人能够把整个宇宙里面所有的这个星球、所有众生消灭的，不可能的，没有啊，他自己是里头一分子啊。这个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清净法身啊。佛教导我们目的没有别的，就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证得清净法身啊，入一真法界，证清净法身啊。修因一定要与信德相应啊！我这50年来总结存心修行，总共写了20个字啊。起心动念一定要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啊！我们是正确。在菩萨道上行，没有偏离啊。我们的言行啊，也就是大菩提心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工作里面，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就是看破放下啊。什么叫看破呢？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性相、理事、因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叫看破。所以看破不是容易事情啊。那要怎样才能看破呢？一定要放下。我常常教同学，你们要真正得佛法受用啊，在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三界，现前得幸福快乐啊，自在解脱。那你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啊，这是违背性德的，我们一定要放下啊。从这里开头，因为自私自利呀，是所有一切罪障的根本啊！这个东西不放下，你就不可能不造罪业。就像《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业。”这个话是真的呀。啊，你这个罪业天天在增长，你没法子消除啊。所以首先要把自私自利放下。怎么个放下法呢？起心动念想到利益众生、利益社会，把这个念头转过来，这是大乘法了，比小乘法好修啊。啊，大乘法就转过来啊，
我不再想个人的利益了，啊，我不再想我这个道场的利益，啊，我家庭的利益，我所想的是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整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利益，心量大了，心包太虚，量周煞界，啊，这个心是真心的，本来心量是如此啊。啊，要放下名闻利养。啊，名闻利养是非常不好的缘。啊，我常常教导我们自己的同学。啊，我们大家是凡夫。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顺顺利利的成就，啊，我的成就，我常常跟大家讲啊，我这一生机缘好啊，遇到韩馆长啊，所以我能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他去管了，啊，这样落得清净啊，啊，那现在管不管呢？现在还是不管，啊，我绝不会上当，啊，现在在图文巴建立一个道场，因为这个年轻法师们没有拿到身份。啊，政府规定这个道场负责人一定要澳洲公民或者是澳洲永久居留。啊，所以这样子搞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不得已要挂个名。啊，事实上呢，这年轻同修他们自己负责管理。啊，我挂了个名，另外请两个居士挂个名，就现在积极的希望他们赶快争取到这个永久居留啊，跟公民身份，我们这个名就让出来了。啊，现在是挂名不管事啊，啊，里面是由他们大家自己做主啊。啊，重要的事情呢，啊，告诉我一下。啊，我觉得没有错误的，照办就行了。啊，所以，古人呢，佛门有个谚语：你要想害一个人，啊，想整一个人，让他堕地狱，你就叫他做当家，叫他做住持，叫他管人、管事、管钱。肯定堕落，害人呢，不是利人呐。啊，古时候寺院丛林里面的执事，啊，不要说是住持当家这种执事，里面小的这个职工啊，都是菩萨化身再来的，不是凡夫，凡夫受不了啊，受不了这个诱惑。啊，所以菩萨来成就大家了，那这个修行人有福啊，感动佛菩萨示现来替他服务。啊，现在人没有福报，所以佛菩萨不来了。什么人来呢？妖魔鬼怪来了。啊，所以感动来的时候呢，那我们仔细观察，啊，都是些阿修罗罗刹，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了。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坛然法师说的。南北朝时代的人，啊，《往生论》的注解，啊，《往生论》的古注啊，就这一种，坛然注的。注解里头讲到啊，末法时期啊，罗刹为君呐，啊。那君就是领导啊，所以这一些事理因果我清楚，我明了啊。阿修罗罗刹他也有佛性，他的性也是本善，
他将来还是要成佛啊。不过造作罪业呢，他要在地狱里受果报，果报受完之后，他的善根发现啊，诸佛如来还是照顾，还是要度他啊。不过就是成佛的时间晚一点啊，他要受尽他的果报啊，他所造作的那一定要负责任。就跟在社会上我们做错了事情啊，被这个法院判刑啊，那个判刑就是受这个果报啊，你一定要刑期满了你才能出监狱啊，你才能重新做人，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三途不是不善的，是善的，是消业障的住所啊。你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到哪里去消呢？到三恶道去消业啊，业障消尽了你再出来啊。你阿赖耶里面有佛的种子啊，种子成熟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相信了，真正懂得了，真正肯依教奉行了，佛菩萨来帮助你。所以从这个地方去观察世间，没有一个人不是好人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造作无量无边罪业堕阿鼻地狱也是好事啊。造业是什么？是你一时糊涂嘛，你违背了信德嘛啊。你既然造业当然受报，报尽了佛菩萨还来度你，他怎么不是好人呢？怎么不是好事呢？所以宇宙之间呢，没有业，没有一个是错误的啊。我们看到都欢喜，看到十法界，看到三途地狱，都生欢喜心啊。我们在期待，在嘱咐啊，他的刑期赶快满啊，满了之后他就出来了啊，他是好人啊，他是未来佛啊。所以佛眼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都是佛啊。善人看一切众生都是善人，恶人看一切众生都是恶人。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啊在于心啊，这藕益大师讲的 啊我们用什么眼光啊来看这个宇宙啊，看一切众生啊？佛眼看的通通是佛，没有一个众生不是佛啊。不但呢他是未来佛，他现在就是佛，是个糊涂佛啊，是个违背信德的佛啊。所以我们自己修行境界到某一个程度，不要问人，自己很清楚，自己眼睛当中果然一切众生都是佛，一切众生都是善人，造无逆施恶也是善人也是佛，我们自己跟佛已经很接近了啊。心得清净，心得平等啊，心生智慧呀，不迷惑了，心地慈悲呀，能够舍己为人呐，啊，真正是这个一般宗教里面讲的牺牲奉献，都从菩提心生。修行就是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标准是什么呢？违背了信德就错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与信德相应呢就对了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信德圆满相应
设法界里面的众生与性德就产生了偏差啊，越往下呢偏差越大啊，到这个三途啊几乎是180度的偏差了啊。那么我们今天要想把我们自己这些偏差修正过来，恢复到与性德相应的标准，那就是底下讲的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啊。这个因果广义的来说，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了10种因果啊，一报因果，一因果正报因果，一起因果到正入因果啊。如果是下意的来讲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啊，确确实实这个深信因果它的精义啊，最精华的义理啊，是狭义的说法。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啊，十地菩萨始终时时初地终是等觉啊。所以到什么时候才真正呢修学念佛法门呢？登地之后啊，那个时候完全通达明了了啊。我们今天虽然修这个净土法门啊，修念佛法门，我们的心跟菩提心不相应，我们的愿跟弥陀的愿不相应，心跟愿不相应，那念佛念得再多也不能往生啊。古大德说的话没错，叫寒破喉咙也枉然啊。如果你是菩提心，确确实实你的心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你的愿是跟阿弥陀佛48愿愿愿相应，那你一声佛号就一声佛了啊，念念呢与阿弥陀佛相应，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啊。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懂得啊，读诵大乘是帮助我们提升境界唯一的方法啊。读诵大乘亲近诸佛如来啊，现在社会也不能亲近啊，人事物啊都是魔障啊，都不如法了。我们要保持自己的亲近平等觉，唯一的方法亲近诸佛如来。诸佛如来在哪里呢？在经典啊，只要有时间我们就读诵，我们在思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经义经里面的道理方法境界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我们过佛菩萨的生活啊，就不再过啊这个世间轮回的生活了，这一点很要紧啊。最后一句，劝进行者，前面的十句都是自利，这一句是利他了，一句不少，十句不多，用什么利他呢？就是用前面的十句啊，孝敬、尊师重道、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
用这个来劝导一切众生。所以一就是十，十就是一啊，华严经讲的一多不二啊。啊，如果我们前面十条做不到，你就没有办法劝进行者。前面条条都做到了，自自然然呢就劝化一切众生了。那么这一句也是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给我们讲最后啊这一个大单元，一人正入成德分。我们自己要恢复性德，不能离开群众，不能离开十法界众生。这十法界里面有顺境，有善缘，顺境善缘里面要不起贪痴啊，在这里断贪心，断愚痴。在逆境，在恶缘里面要断嗔恚，断嫉妒，断傲慢，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三德，成就自己的觉正净三宝，真修行人啊。就离开大众啊，你到哪里修？你修不到啊。所以善人恶人，顺境逆境，都是我们的恩人。问题就是你自己会转境界，你不要被境界转了。你被境界转了，你是凡夫，那你苦难无边。你会转境界，就是善境，这个善缘顺境里头不起贪嗔啊，不起心不动念啊，这个逆境恶缘里面不起嗔恚，不生嫉妒，永远远离妄想分别执着。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永断烦恼啊！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都恢复了。所以，敬业三福这三条是一句，圆圆满满，包括了一切诸佛全部的佛法。这个是佛法里头的总纲领、总原则、大总持法门。佛在最后说了几句：如此三世名为敬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敬业真言。这句话说得好啊！啊，我们不从这个地方下手，你就没有门可入了。诸位法师，诸位同学，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这一次的讲经法会就剩下了现在这两个小时，明天早晨呢两个小时，那么这四个小时呢，我想跟诸位介绍印光大师传心的法要。他老人家一生自己修行，教化众生，只有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世尊末法九千年，众生修行正果。正果就是往生的唯一的秘诀，大师
是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他是来救度这个末法九千年苦难众生，为我们指示出一条修行成功的大道，所以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如果违背这十六个字，那肯定在世尊这一会上，包括末法九千年呢，你肯定还是继续搞生死轮回。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所以他的这十六个字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要理解，要认真努力学习，希望在一生当中啊能有成就。他的四句话是顿轮尽分，邪邪存尘，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但是我这个地方跟诸位介绍呢，是把后面两句啊，没有遵照啊祖师的说法啊，这什么缘故呢？祖师是说净土宗的，专修净业的，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整个佛教。是十大宗派啊，这是在中国，要包括外国的还不止啊，就是包括佛门所有宗派。所以我们用顿轮经分，贤邪存尘，孝慈智愿，无上菩提啊，这个不但把佛法了所有法门包括进去了，也可以说把世间所有一切宗教啊也都包括在其中啊。这个道理要能够明了，能够相信，依教奉行，就是后面所说的修大道养大德履大行正大果。佛祖自行化他之大事必矣。顿轮啊，顿是什么意思？轮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顿轮见分是大道啊？中国古德常讲的道德仁义，儒家常说啊，道失而后有德，德失掉了而后有仁，仁失掉了而后有义，义失掉而后有礼，礼要是失掉了，这天下就大乱了啊，一切秩序都不正常了，人民要受很大的苦难。所以道德仁义礼，道是最高的。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顿轮尽分是儒家讲的，啊，仁是同类的，啊，我们常讲人伦，就是现在一般人讲的人类啊，我们这是一类
啊，所以叫同伦。啊，顿这个字就是诚诚恳恳，恭恭敬敬对待我的同类。那么诸位想想这个意思，是不是跟佛法里面讲的随顺性德是一桩事情？所以顿伦呢，确确实实是随顺性德，这是大道啊！啊，在佛法里面讲的道，就随顺自性，这是道。啊，违背自性啊，就甚了了道了，道没有了。诸佛菩萨行道，啊，这最高层次的十法界里面，全教菩萨，我们常讲的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他们是行德，比道啊次一等。换一句话，接近道啊，是相似的道，不是真实的道啊。四圣法界六道里面，只有仁，只有义啊，仁义天道啊，理理是人道。离没有了之后呢，那就是三恶道了。啊，离失掉之后啊，人是人心是什么呢？贪嗔痴啊，无理无义啊，贪嗔痴慢是畜生道，是恶鬼道，是地狱道。所以你行的是哪一条道啊？这个道当作道路讲。啊，你走的是哪一条路？唯有佛菩萨行的是大道，这个大道是成佛之道，究竟圆满的大道，要随顺性德了。啊，诚诚恳恳、恭恭敬敬的做人，啊，对待一切人。那么现在，我们同学们，我想很多人都听华严啊，听了华严呢，这个伦的意思就扩大了啊，不止人是我们的同类，除人之外，所有一切畜生、恶鬼、地狱，上面到诸佛菩萨、十法界有情众生跟我们是同类，哦，这个轮的范围太大了啊！不但十法界有情众生跟我们是同类，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个意思说明了无情众生跟我们也同类啊。无情指的植物、矿物、山河大地、虚空法界啊，确确实实跟我们是同类呀！啊，同在哪里呢？同一个根生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跟我们是同伦的，我们的真诚恭敬
也要变虚空法界，这才是大乘教里面敦伦的真实意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华严讲得透彻啊，所以我们读了华严之后，我说了两句话：虚空法界是我们自己的心相啊，我们的真心，真心像什么样子，虚空法界是自己的真心，刹土众生是自己的法身啊，是自己的身相啊，啊，我们这个身体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外面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小宇宙不小，大宇宙不大啊，在华严境界里面没有大小，没有远近啊，没有长短宇宙确确实实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诸佛菩萨心容虚空法界，身或刹土众生，他合入一了，这是事实真相。这个理是我们凡夫没有办法体会得到啊，原因在哪里呢？凡夫的心量太小，小到什么程度？小到自己不能容纳自己，这个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自己不能容纳自己，他还能包容别人吗？啊，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好比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身体是个大宇宙，那我们今天这个身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出了毛病了啊，生病了，反常了啊，我们自己不能包容自己，就是我们这个细胞反常了，反常是不是能够把它去掉呢？不可以，所以决定不能用外科手术啊把它割除，割不掉的要怎么样呢？一定要帮助他恢复正常，这是健康的 啊所以在医道里头，这个中医跟西医不一样啊，西医是切除啊，不要它了，中医不是的，中医一定要让它恢复正常啊。那怎么样恢复正常？觉悟就正常了，事实真相了解就正常了啊。为什么自己不能容纳自己呢？自己不能像虚空法界一样呢？迷失了自信啊。啊，我们在经上注意也常常念到，自信迷途啊，唯心净土啊。你要是聪明，你要是会用，如果你遇到一个冤家对头，这个人是张三，你想自信张三呐，这问题马上就结了啊，那个冤对立刻就消除了啊，那个亲爱精诚呢马上就升起来了，就迷在一念之间呐，一念迷要堕落无量劫，要受苦啊，一念觉啊，就是诸佛如来，就是化身大士啊，你的恩惠呀，遍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啊，觉迷虽在一念之间，苦乐悬殊啊，功过
无法形容啊！啊，所以我们走绝路还是走迷路啊？我们自己应当啊，要认真去思量。所以，大乘法里头的顿论，是以真诚、恭敬心与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生无和睦相处，知道虚空法界是自己，不是别人，一切诸佛如来是自性变现的，化身菩萨也是自性变现的，地狱恶鬼畜生还是自性变现的，离开自性，世间无有一法可得，也没有世间可得。这个道理华严里头讲的透彻啊，所以人的一生遇到华严那是稀有难逢啊。啊，开经偈是武则天是替华严经写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千万不要把意思解错了，解错了你就迷了，迷你一定堕落啊！你这一堕落，那要受亿万劫的苦难啊！你罪受完之后你才能回头啊！亿万劫在我们说起来是很长的时间，在华严经里面的那是微不足道啊，所以凡圣境界不一样啊。敬分是说敬自己的本分，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敬心尽力，为我们的同仁服务。服务项目很多，无量无边。总而言之呢，就是布施供养。啊，布施供养全部都包括了。布施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法供养，我们在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看到佛举例子给我们说明，是以大千世界七宝供养都比不上法供养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啊，法供养最。为什么呢？财供养是救人的生命，法供养是救人的慧命。生命是很短暂的啊，实在讲，在整个佛法里面来说，生命并不重要，慧命重要啊。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生命是掉了，在一般状况之下，正常状况之下，49天他又去找一个身了啊，他又得了一个身了啊，所以这个身的得失啊是很平常啊，不稀奇，但是法不容易遇到啊啊，真的要百千万劫难遭遇，所以法供养的福报确确实实是没有办法形容的
啊，那个佛宝之大，诸佛菩萨都说不尽。我们相信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妄语者。我们相信佛的话真实，绝不是欺骗我们，绝不是在这里吓唬我们。啊，佛不会用这种手段，那种手段是人会用这个手段，佛菩萨不会用这个手段。啊，我们如果发现佛菩萨有一次是用方法啊来诱骗我们，我们可以把全部佛法否定。为什么呢？佛的心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些事情在从前读书人、世间的君子一生都不敢做。为什么呢？有一次这个记录啊，你的一世啊都没有人相信的了。啊，这个现在因为911事件之后，这个世间恐怖分子到处闹事，我们常常旅行，这个海关检查了比从前严格很多了。啊，澳洲的海关我们知道，如果你进去有一次你带着这个违禁品啊，他们不许进入的，被查到了，那个电脑上你就有记录，以后你每一次进去都要彻底检查啊，全身都要检查，麻烦大了啊。为什么呢？你只要有一次记录，没有人再相信你，给自己带来麻烦了。世间人尚且如此，那佛菩萨哪有那么愚笨？不可能的，佛菩萨句句话都是真实话了。啊，佛告诉我们呢，布施供养的福报啊，你看佛在经上常讲，啊，这个迦叶尊者，无量劫前以一钵饭供养一尊辟支佛，啊，就这一次一钵饭。诚心诚意恭恭敬敬的来供养啊，他得的果报91劫不受贫穷之报啊。佛并没有说他得富贵，但是91劫他这个物质生活不会贫乏啊，他总是有得这样殊胜的果报啊。那如果是发布施呢，那他的果报就无量无边了，诸佛如来称说不尽了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呀。啊，那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门的规矩，出家人是出去托钵的啊，每一天接受四众这个在家弟子的供养是一钵饭，这一钵饭不能白吃啊，啊，没有白吃的道理啊。啊，在家同学呢，对出家同学时才供养，出家同学对在家同学了发供养，要回馈也。所以你接受这一波饭之后啊，你一定要给他说法，这是规矩，绝对没有说是接受供养之后啊不说法就走了啊。你们住在楞严经上看到啊，释迦牟尼佛接受供养之后没有说法就走了，匆匆忙忙走了，那一些过往大臣跟在后面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这个反常啊？释迦牟尼佛是为了赶紧去救阿难尊者啊，然后啊就说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啊，决定要说法的，
要依法供养的。啊，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啊。那么反过来，你就晓得，法供养的功德这么大，如果破坏佛法，啊，破坏别人听经闻法的因缘，那个果报啊，它恰恰相反的，也不可思议。啊，堕地狱，这是应当的。地狱出来之后，生生世世，那就不知道有多长的时间的愚痴果报啊！啊，变出生，变什么样出生呢？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啊，我们看到这些软非软动啊，看到之后为什么会生怜悯心呢？知道他过去是造作的恶业，他今天受得苦报。啊，那他也是菩萨，他展示给我看的，让我看了之后提高警觉，我不敢做这个恶事，不敢起这个恶念。为什么呢？我如果起这个恶念，做这个恶事，我将来跟他一样。啊，他在这个地方现身为我说法。啊，这个就说明是这个顺利境界，善恶之缘，都是佛菩萨了，都是来教导我的，都是提醒我的。啊，善人顺境，我们应当要学习。逆境恶缘，我们要警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所以一切众生都是我的善知识，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他不施恩德给我啊，我知道我怎么学习，我的路应该怎么走法。没有这些芸芸众生啊现象给我看，我怎么可能保持念念觉而不明啊？不可能的事情，凡夫业障太重啊，转念就迷惑了，所以要许许多多一切境界来提醒呢，就读了华严才知道啊，情与无情永无间断的在提醒自己啊，在警惕自己，使自己在菩提道上精进不退也啊。所以这个因就是我们尽心尽力诚诚恳恳对于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布施供养啊，布施供养每一个项目都要做，随缘随分也做，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法供养啊，我们自己不能说法，把佛法介绍给他，都是法供养啊。我现在送一本经书啊，现在送一片光碟，都是属于法供养，功德都不可思议，显显存成。这个显呢，是当作预防来讲，意思是说，我们时时刻刻要防止邪知邪见。要防止恶的念头、恶的造作，这是大德。这个德跟我们现在讲得失的德是一个意思啊，那么大德
你得到的是最大的、最圆满的，是什么？信得了，你得到了。啊，所以你要懂得了，防止邪知邪见、邪思维。佛教我们修八正道啊，学习八正道啊，就是贤邪存诚，存是存心，这个诚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要常常存大菩提心啊。啊，大菩提心是我们自己本有的真心，不是从外头带来的。啊，现在佛菩萨叫我们存诚，是因为我们迷失真心太久了。啊，无量劫来迷失了自己真心。不知道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是自己的本性，是自己的真心，不知道啊！啊，以为虚伪，染污不平、愚痴、自私自利，以为这个是真心。所以现在有多少人呢？连许多学者，我们在一块谈起来，讲到人性。他们异口同音，都是说人性本来就是恶啊！啊，这在观念上呢就产生错误了。但是这种错误决定不能怪他啊，所以我们跟他分析，人性有本性，有习性啊，本性是善良。习性不善啊，但是迷失本性太久了，把习性当作本性的人呢，那是大有人在啊，而且非常普遍的。那么在中国最著名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啊，我们知道孟子、荀子贤人呢，不是圣人呐。贤人所说的都是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有恶了。圣人不是这个说法，啊，我们在《论语》里面两次读到，性相近，习相远。你看圣人没有说性善。没有说性恶，只说性相近，啊，相近。一切众生的本性都是一样的，没有善恶，没有善恶叫真善啊！啊，所以《三字经》上头一句话，你看看，叫人，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啊，如果把它解释为善恶的善呢，那你就解错了。啊，你不懂得圣教的意思。啊，那个善是远离善恶两边真善、纯善。啊，善恶的善是相对的，相对的已经不善了，迷了才相对呀。觉了没有相对啊。啊，那么我们学佛什么时候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没有相对了？相对这个念头断掉了，你没有证得真性啊，没有达到明心见性呢，你也差不多了，非常贴近了。你还有对立啊，我跟人对立啊，只要你有对立这个念头，你想明心见性呢，难了啊。
啊，难在哪里？你这个关口不能突破。啊，这个对立就是把虚空法界变成了多维次的空间。啊，现在科学家讲啊，多维次空间呢，佛法里面讲呢，无量无边的法界。啊，说实在话，设法界不是真的，六道也不是真的，真的是什么？一法界，没有对立了，所以叫一真法界。啊，我们什么时候到一真法界呢？把所有一切对立了都放下了，我们就入一真法界了。啊，只要有一桩事情对立就不行了。啊，你就堕落在十法界里头，你就堕落在无量无边法界里头。一法界里头跟诸位说了，没有真妄，没有这个三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没有啊，没有十方，没有三世啊。所以入这个法界呢，入正去之后啊，无量界之前事情你知道，无量界之后的事情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讲这个人神通广大了啊，佛给我们讲这是本能啊，每个人都一样啊，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个德就是能力，德能，相好，啊，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完全相同啊。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那错就错在这里，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啊，佛家讲这个十不是数字，是代表无量无边，啊，你自己把自己的一真法界变成无量无边法界，那有什么法子呢？不是别人制作给你受的，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呀，啊，自己做的，当然还要自己解除。所以佛菩萨再慈悲帮不上忙，佛菩萨只能够教导你，只能把事实真相告诉你。所以佛菩萨对一切众生能够做到的开示啊，悟入是自己事情啊，听了佛的开示，自己要能够悟，要能够如啊，那我们听了开示，为什么不悟？为什么不如？啊，那就是一个是没有真正听懂，往往是把意思曲解了，那造罪业了。啊，另外一个是烦恼习气太重了，克服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起心动念呢，还是妄想分别执着当家做主。很可怜的 啊，那用什么方法来克服呢？方法有，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这八个字好啊，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念三字经上教人教之道贵以专啊，无论哪个法门，因为个人缘分不相同啊，只要把缘分抓住，我哪怕就学一门，我就学一部阿弥陀经，我这一生受持啊，心就定在这部经上，定在这个佛的名号上，往往啊，那个根性利的三年五载，根性钝的二十年三十年，他会开悟。悟了之后，
无论事出世间法，一接触就通达了。啊，确确实实啊，交之道，贵以专呐。所以现在很多同学不晓得，你们要广学多闻，错了。广学多闻是什么时候？是悟后起修。啊，那什么人呢？一真法界里面的化身菩萨，那个时候广学多闻。啊，他有阶段的，没有开悟之前一门深入。啊，所以现在难在哪里？难在呀，师道没有了。啊，教的人不会教，学的人不会学。啊，于是乎都学杂了，都学乱了。啊，杂乱，你的意志不能集中，精神不能集中。啊，所以你浪费了时间，浪费了精力，学一生学得很庞杂，杂乱无章啊！你怎么会开悟？你怎么会得利益？啊，这个是今人不如古人，原因在此地啊！古人一门深入啊！啊，他在这一门当中，他要不开悟、不见性，他绝对不会去学第二门。人家这一点厉害啊，啊，所以他们也有成就。啊，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啊，听人家说这个说这些话，在书籍上看到这些文字，我们不以为然。这就是邪知邪见啊。啊，怎样去防止邪知邪见？怎样啊，存心与信德相应？啊，这真正是大德。啊，你所得到的是自信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德能跟相好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福报啊。你的福报跟诸佛如来一样大啊！你要不懂得显现。